市长，谈一下同批战跑的感觉怎么样？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游前院长哈、来陪同，也感谢立法院这么多的民主前辈啊，优秀的立法委同仁，他们急着要带我到国会去问政哈，所以我这边表示最大的感谢，然后一切从简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进行登记，那今天最主要是利用登记的机会，总部呢把、这个筹备处来成立，同时来发表参选的十大政见希望这十大政见的一个执行实施能够让台湾很快的进入一个稳定安定发展的一个幸福公益的新台湾幸福公益的新台湾，主要在这途中，只要在政治上做大幅度做这个讲做坚进做国际观的这个改进咱希望台湾优秀的台湾国民希望毛优秀的政府功能所以国会反映感动加这个讲推动的这个决定现在呢高档的立委经验出在地方高档的行政经验我相信累积作品这个讲较深入较有效可以这个立竿见影来帮忙国家进步来促进台湾进步这些的这个讲功能所以这里大家感谢在防灾的评估上啊，绿绿方面。我在十大政见里面最后一个政见就是希望在立法院推动文化古都台南的这个发展特别条例希望台湾有一个像世界夸耀的这个文化代表，那么民主精神代表，那么观光圣地代表的一个文化古都，所以文化古都台南发展特别条例是我在立法院要来拜托所有的同仁共同尊重我们的文化这个传承这个古迹的资产，也希望台湾的文化变成世界文化主流之一所以一个文化的橱窗一个古都的圣地希望大家共同来重新打造，共同努力来经营。所以台南的一个发展特别条例希望在立法院能够得到行政部门的一个支持。市长，那已经有跟那个赖市长接触了吗？我们他很忙大家知道这个合并以后的工程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好不容易我们安排礼拜一9:30这个在中央党部长官的陪同之下，要跟他正式的会面。地点在哪里？地点在市政府。我要去朝拜。